今天我们早上看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三到二十节，请听我读这段经文。你们是世上地上的盐，盐若涉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它不再有用，只好被丢在外面，任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直到一切都实现。所以无论谁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导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谁遵行并如此教导人的，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绝对不能进天国。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绝不能进天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义要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然的话呢，不能进天国。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熟悉律法，而且非常严谨的遵循律法的。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呢，似乎我们要比文士跟法利赛人遵守更多的律法，而且更严谨的遵守，这才是所谓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究竟所谓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守律法的义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我在想啊，其实守律法，犹太人的律法，或是说我们现在说的法律，守法律，守法，犹太人都说守律法，说实在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困难的。稍微想想，这守律法，犹太人的律法，以及说我们说的一般说的守法，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困难，其实是挺合理的一种的情况。这话怎么说呢？如果说你违规的话呢，你得付上代价，对吗？比方说犹太人来讲，说不可杀人，那你杀人得偿命啊。如果说你违反了这个律法的话，你得偿命啊，除非你真的不想活了，不然的话呢，你大概不会违反这个律法吧，对吗？除非说是什么深仇大恨呐，或是说很极端的一种的情况之下啊，或是说你存有一种侥幸之心，不然的话呢都不会触犯这个律法的，因为要付上代价。比方说我们开车吧，我们知道闯红灯的一定会受到罚单的，除非你觉得没关系我可以付，不然的话呢你大概会乖乖的看到那个黄灯转下来就停下来，不然的话你就会收罚单。所以守犹太人的律法，或是说我们在一般的生活里面所谓的守法律呢，其实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的，其实是挺合理的。稍稍有一点思想的人都觉得，哎，我不想付这个代价哈，都得要会守这一个的律法。所以守律法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的。所以守律法呢也是一个很自然，可以说是相对来讲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是问题来了，
守律法是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的容易呢？也不见得，因为我们稍稍注意一下，我们人类的历史，或是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哈，特别是这个法律的历史呢，你都会发现呢，很多的时候呢是需要重新解释这些的法律的，所谓的修法，或是施法，或是说立法。我们不是有立法院吗？常常都会修订，或是说立一些新法的嘛。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里面呢，有时候呢是，需要因着一种的新的情况呢，做一些的修订，一些的诠释的。对于犹太人来讲呢，这尤其是真实。那对犹太人来讲呢，是没有办法所谓的立新法的啊，因为他们的律法呢就是律法，实践呢就是实践，所以呢都不存在所谓的来一个立法院来立一些所谓的新的律法。不过呢，犹太人呢是很在行这个的所谓的施法，解释律法，很会解释律法。于是呢我们就会知道呢，在耶稣的时候，甚至到今天。有很多不同的犹太人的派别呢，就不断的解释，不断的解释律法。你有你讲，我有我讲，都有很多拉比讨论来讨论去，甚至到了今天。举个例子吧，在十诫里面有一诫说不可在安息日做工，这很简单很明显，对不对？那很好守这个法嘛。其实你想一想，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安息日不能做工，那什么叫工呢？我看到一些东西，我在操作，算不算做工呢？我在田里面看到那个水果，或者说那些光庄稼熟了，刚好要收了，那我收算不算做工呢？你就会发现呢，有很多。这一种的情况呢，需要犹太人在讨论，在诠释什么功是不能做，什么功是可以做的。实际是很简单说的，说不能安息日不能做工，但实际到了生活的里面呢，就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在第二世纪，公元第二世纪呢，犹太人呢编绘了一个叫米士拿的哈，差不多有1000多年。前的一个的作品，这个作品呢，就基本上呢，就是讨论犹太人的律法的，就讨论犹太人的律法，收集了很多拉比的讨论，这个拉比说什么，那个拉比说什么，这个拉比说什么，这个拉比说什么，然后呢，就来到一个地方呢，讨论安息日不能做工应该怎么理解了。那犹太人的拉比呢，他们就讨论来讨论去呢，最后有这个结论，就是说有39项的工作呢是不能做的。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拿到一本米士拿啊，或者说你到书局里面，或是说到犹太人家中，可能会找到一本的米士拿，你翻开有一部分呢是讲安息日的，啊，上面写得很清楚，有39种的工作呢是不能做的。写得非常非常清楚，你说那好了，很清楚了，对不对？39项工作不能做，就干着它嘛。可是你不要忘了，那差不多是2000年前的39项工作呢，是农业社会的背景的。那39项的工作呢，是农业背景的情况，绝对不会包括在电脑工作，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所以你大概可以想象啊，在差不多2000天，大家哦好，我们清楚了啊，39项不能工作。时间一面一天过的时候呢，就发觉那39项不能解决。于是呢，那么多年来呢，犹太人不断的去解释的，他们很认真的守这些律法。但是问题是哈，就算是守律法，犹太人说的守律法，或是说。我们说的守法，守法律，就是一个人很认真的守律法或是守法律呢。律法跟法律管的呢是他外面的生活的情况，
管不了他的内心的一种的情况。一个犹太人可以非常的守律法，不过呢，他心里面呢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同样的，一个人可以是表面看起来是非常守法，红灯他就站在那边，动也不动，他不见得是心里面很完整的一个人。律法或者法律能管的只是外表的，一个人的内心，人与人之间那个距离有多近，不是说多远，是律法法律没有办法触碰得到的。一个人的内心跟这位造物主有多近，不是多远的距离，是律法和法律呢是触碰不到的。你记得以赛亚书吗？禁食，可是在禁食的时候用凶恶的拳头打人，在禁食的时候呢刻薄这个奴隶，在禁食的时候呢表面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守律法，非常非常的妥当的，但是呢他们心里面与上帝的距离，人与人间的距离呢是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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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按照律法的角度来讲呢是很有意义了，因为做了应该要做的事情，不过呢他们心里面与别人的距离是很远的。不错，他们是在这个圣殿里面进食，有很近前的一个操作，不过他们心里面是跟上帝的是很远很远的。这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义，是表面的。耶稣说的呢是律法的精粹，耶稣说的呢是律法的那个最核心的。那是什么呢？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很靠近，人与神之间的距离是很靠近，人能够体贴上帝的心意的。如果用一句话讲，大家马上会明白的，爱上帝爱人如己。你记得耶稣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呢？爱上帝爱人如己。那文士跟法利赛人呢是完全的另外的一回事，他们是可以外表上非常非常的有益，但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呢不一定是这样子。那如果说义的那一个的精粹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近，人能够靠近上帝的心意的话呢，那显然真正的律法的意义呢就不是拿一个表格来勾你做了什么，给他勾一勾，你做了什么勾一勾，你做了什么勾一勾了。真正的守律法或者是律法的精粹的那一种意义呢，是应该让周遭的人有所体会的，能够受到感染的，能够说有所触痛的，而且那人自己呢也有所触动的。怎么表达这一种有所触动、有所体会、有所感染呢？盐，你食物放盐你就会感染到，对不对？你吃到咸嘛，不放盐跟放盐你一吃就知道了，虽然你未必看得到盐巴，但是呢 你感受到的。或是说建在山上的城你是看得见的，或是说放在桌上的灯，特别是傍晚的时候它会发出这个的亮光，使得人能够看得见。如果刚刚所讲的大家都有点觉得有点不太能够把握的话呢，就用我们现在的生活来做一个比方吧。大家有钢笔吧，钢笔里面的墨水，没有墨水呢那个钢笔呢只能再好的钢笔都是装饰品。或是说大家有用电脑或者笔电，对不对？那个电脑或者笔电里面的那个记忆磁盘是那个电脑笔电
发挥功用的原因。你说你的电脑或者笔电把这个的电脑磁盘拿走，也当然也不能做什么。或是说你的汽车的油缸里面的汽油什么什么的名车，如果没有汽油的话，你车还是得搁在那儿。律法的精粹呢，就是使人能够有所感染的，不是外面的那个情况。耶稣说你们的义要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这个，并不是表面说我坐在那边好端端的，我做这个那个话呢，然后就有一个表格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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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所以有义了。耶稣说不不不不，那不能做准，那都可以做了这一切，其实他跟人的距离还可以很远的，那是奴隶还是会被他咒的，他还是会给别人白眼的，他还是会给人难过的，他说话还是可以伤害别人的，这你勾了一切，他还是可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远，而且他与神也是很远的。耶稣对门徒说，对我们说，你们的义要超过法利赛人文士的义，你们的生命应该让人有所感染，有所触动，意思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拉近，我们可以体贴上帝的心意，也明白他的心意，体会他的同行和同在。刚刚我们在听那段经文或是读那段经文的时候呢，耶稣有这么一句话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那么人看见的就会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那我们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呢，我们有可能的把焦点放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光啊，就是如果说把焦点放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光呢，就有点刷存在感了。如果说我们很看重我们的光，我们的行为，我如何彰显上帝，如何光照，那我们就会慢慢的走向回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那一种的问题了。如果你我很在乎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光的话，就最终的还是会回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的那种的情况的。刚刚我们说了盐啊，那种举例嘛，我们现在就想象一下了，盐弟弟，盐巴弟弟，他觉得自己很重要，他就坚持了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存在，所以他就跟这个厨师讲，我很重要哦，所以呢，待会你下菜的时候呢，要大把大把的把盐巴刷在里面，让大家都感觉到我的感染力，让大家都体会到我的那个盐的那个厉害。那厨师也认为对啊，就大把大把的刷，结果他是制造甜品的，那就坏事了嘛，对吗？或是说那个光哥哥，那个烛光哥哥，他坚持自己呢一定要光照这个黑暗啊，光照这个房子，所以大白天像今天那么好的天气哈，他就坚持说，哎，要把我作为光的那一种的功能发挥出来，把窗户都关起来，把窗帘都拉起来，把所有灯都给他灭了哈。所有窗呢都用那个很厚的胶纸给它封了，然后整个房子呢乌漆麻黑的，然后把我点起来，让大家感觉到我的存在。耶稣不是说吗？你们世上的光吗？那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的光身上。耶稣讲的这一句呢，其实焦点并不在于你我的行为，你我的光。是我们是如何让别人可以看得见那一位的上帝。然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这一句话，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上帝。但是问题来了，是不是我们每当这样做，别人都会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呢？是不是每一次的你就不是看重自己的行为，也不是看重自己的光，就是你感觉体会
就是这样做是荣耀上帝的，是跟随主很忠心一种的表现，是不是大家都说很好啊？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是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子？不见得哦，不见得。约翰福音不是这么说吗？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不见得你做得很妥当，从心里面从行为各方面都是很妥当，大家都会鼓掌的，不见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讨厌，有些人觉得很抗拒。我这边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可能大家知道，也可能不完全知道。当然如果说弟兄姐妹超过50岁的话呢，可能会稍稍记得这个的例子。像我呢就一定记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应该是1968年吧，墨西哥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哈，其中一个呢就是跳远的世界纪录到今天还没有破的，这个跳远的世界纪录，因为那个比赛的场地是高原嘛，所以空气稀薄嘛，所以呢他那个跳远呢到现在那个纪录还没有破，这个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另外一个我记得很清楚呢，就是在男子200公尺的那个比赛，第一名跟第三名呢都是美国的选手，黑人的选手，第二名呢是澳洲的选手。待会下午你回去，你在 YouTube 上面可以找得到的，你一定可以找得到这个1968年墨西哥运动会这个男子200公尺的决赛颁奖台发生的事情。那什么事情呢？你要记得是上个世纪60年代啊，在美国呢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的运动就是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啊，社会的等等等等。好了，在这个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呢，这两位的黑人的运动员分别拿到金牌跟铜牌，他们登上这个颁奖台啊，然后挂上这个牌之后呢，就奏起美国国歌了啊，星条旗的歌。那这两位的黑人选手呢，他们上台的时候呢是光着脚的，没穿鞋的，代表贫穷。然后他们手呢戴了黑手套，黑的手套。所以当唱这个播起这个美国国歌的时候，他们这样子低下头，举起这个黑色的拳头，然后呢胸口呢别着一个奥林匹克的人权的徽章。于是呢赤着脚代表贫穷，举起黑色的拳头说黑人应该有平权，胸口憋着这个人权的徽章，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政治的诉求跟宣告。那在他们踏上颁奖台之前呢，他们就问这个第二名的澳洲选手，他的名字叫 P. Norman， 他就问他，你相信上帝吗？你相信人权吗？这个诺曼说我相信。他说要不要加入我们？那个诺曼说好。当然他没有穿黑手套了哈，诺曼呢就把这个人权徽章别在自己 的衣服上面。所以在颁奖台上面呢，你就会看见呢冠军跟季军呢都是这样子赤着脚，然后诺曼第二名的呢就别着站在那边。当然在那个年代呢，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是非常的很认真的对待所谓的政治进入这个运动的一种的情况啊，所以他们一结束了这个颁奖礼之后呢，就被马上赶出这个奥运村。这两位的美国选手呢，就也是终身的禁赛，不能再代表美国出席任何的运动比赛。这是这两位，一个叫 Carlos， 一个叫 Smith。可是多年之后呢，他们原来读的大学在 San Jose， 在加州的圣何西，那他们所读的大学呢，树立了他们两个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那个雕像，纪念他们。其实没有很久，大概十几二十年之后呢，就树立这个雕像了，就是可以说是还他们的一个的公道了。
可是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是澳洲那个选手的下场很惨，诺曼的下场很惨。因为我们通常 都想到就是美国就是种族隔离，或者种族的那种不平等，其实澳洲有很长期也是这样子，在60年代其实也是这样。所以当这个诺曼回到这一个的澳洲的时候呢，就被澳洲体育会呢禁止他作赛，谴责他。他回到家乡，他整个的家庭呢也被整个的社会呢所遗弃。他要找工作找不到，那本来是好好的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银牌得主哈，你要当教练啊或怎么样都可以的，找不到工作。2004年郁郁一中，死的时候是两袖清风的。经过了42年，澳洲国会终于立了一个法，就还他一个公道。登报向他的家人道歉。我们的光显在人前，不见得大家一定会拍掌的。我们按着上帝的心意跟从耶稣基督，并不一定是让人觉得你很棒很棒的，很有可能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也相信在天父的眼里，在人的心里面呢，他是会知道盐是有作用的，他是知道光是能够照亮的，城是能看见的。所以我们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而是说我们的生活是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能够拉近，人与神之间的距离能够拉近。因为这样一种的生命呢，其实在耶稣的讲论，他的生平，他的死亡跟复活已经活现了。耶稣的生命，他的死亡跟复活使人与人之间拉近。以弗所书不是说当那个墙已经拆毁了吗？两下合而为一了，而且人与神也可以靠近了。